国外旅游刮中百万大奖，高超骗术小心上当。天哪，我看错吗？我中头奖吗？中头奖。对，然后他就是看不见，那你要跟着我们上去那个地方领奖，然后就被骗到了现场去，就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他是那种就是叫你投资，然后或者是叫你买会员的那种，你想要离开，他们不给你走。永远不要相信自己会中头奖。真的，今天晚上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 ，Hello， 你有事吗？